你把你干啥呀你呀？你得保住俺家香啊！啥香啊？我对象叫香啊！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。吹啥来的？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。你还记得这是？大姐，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。咋圆的？大胖！哎，这怎么还认下来呢？这是谁呀？ 这是谁呀？哎，这是咱家服务员，叫大米粒儿。你撩呢，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？这不是培训呢吗？啊，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，是吧？大姐，你看我这样儿，你看我这样儿，你妈，你可真有样儿啊你！哎呀，大姐，用外语。 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，这他买汰了，他说什么？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，那个萨瓦迪卡，他买泰布，我们泰说啊，那个萨瓦，你不坑死你大姐，你玩不嗨？行了，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，这是咱家超市啊，是看着不错。 挺好使。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？为什么？你女朋友洁癖啊？不要怕，那个，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，我女朋友。 那是非常公司高级持股金领，那管不了啊！那个明白没？明白了。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？啊！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，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，是不是？大姐，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？啊，对，忙。 你看那个，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？啊，对，够不着。哎呀，一头猪啊，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养头的功能，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。行啊，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！大姐，你说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这是，我姥喜欢吗？告诉你，我看你姥面上。对，我姥。大明白。哎，过来。来了。咋的？ 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！不是那个，我老喜欢他们。你老喜欢，你也不要他便宜。便宜是多少钱呢？便宜那能多少钱呢？大姐多少钱呢？3000。300。哎呀，300。300，要是搭配这个品相，确实不贵。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，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，我这个月得扣你50。这个月你就250了。 看你说谁啊，白五呢？说你呢！我老了。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不行？不是，哎呀，在客户等位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。他怎么就给我这？我付多少钱？你看见没？你带多少钱呢？200呀。行，还能找你5块。那还行。这儿有巴西松子呢，还有那货架上的。 巴西松那个这儿呢，这高档啊，100，200，1000。亲爱的，大姐呀，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？就是说首付5块，其他按揭呢？哎，什么钱？那个香火小姐，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。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，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？ 顾客吃，人家能买吗？那这么贵，也不能随便吃啊！这，呀，你别说一包松子儿了，你上饭店吃饭，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？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？哎呀，照你那意思，先结婚后处对象呗？那就照你那意思，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？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？你就不会不结婚？停。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儿的意见吧啊！这个，来呀，这个朋友们，来都出来吧，好不好？来冲啊，杀呀！来，我问你们啊，亲爱的子儿们。
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？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纹了，你瞅瞅。老总，过来，我给你汇报点工作。我不理解，怎么了，大姐？你说你图啥呀？啊，不就你老喜欢他吗？我姥爷也喜欢呢。行，看你老在你姥爷的面上。大明白，你给我过来。怎么了，你现在？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？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，他想咋的？那个亲爱的，你还是正事吧。咱们老比较喜欢的，但咱老爷喜欢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说咱老90多岁了，咱老爷100多岁了，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，不是、那个20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。对喽。但是，咱们把话说前面。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，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？怎的了？还怎的了？你把孙猴子压5行山下了，他怎么发飙啊？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，他怎么耍大刀啊？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，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？这赌行我看人就赌行，我推倒。什么啊？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啊！对，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，那太阳光一晃，唰唰啦啦，离老远一看那就像水帘洞。大姐，水帘洞的事儿就再说吧。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，放上电磁炉。放电磁炉干啥呀？涮呗。涮啥呀？咖啡。咖啡还能涮呢，亲爱的。咖啡还能加葱花呢，这点需要注意一下。有的顾客呢，他不喜欢喝咖啡，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，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。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，他喜欢吃辣，这就妥了。咱们就准备椅背套啊、围巾啊、手机套啊，把能包的全给包上，能套的全套上。为啥呀？他崩一身呢。哎，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？火锅店怎么了？火锅店怎么了？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？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。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，就不配在这待着。你出去，他让我走的啊！大姐，我老什么老不老的？什么大明白？你啥意思啊？你还跟他说啥呀？要搁我250块钱，我都给他扣他。嘿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是香火，就这大明白，你啥意思？今天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你出去，再见，我走了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没法干了，没法干了。你不看店干啥去？气死我了！谁呀？气你是我的专利呀、啊！我看谁过来抢活。大姐，二姐，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？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。哎呀，二姐，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。我一脚踢你嗓子眼里去。你女朋友干啥的？沸腾集团的。腾集团的，我今儿让他腾飞，还飞腾集团的。二姐呀，你去吧。你好，小姐，你想买点啥？你们家什么玩意儿搞活动啊？我们现在酸奶买2赠1，来2罐酸奶。好。多少钱呢？2瓶是18，这瓶赠的。18给你。哎，不好喝，退了。不是大姐，你先喝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喝的是你买2赠1的1，我退的是你买2赠1的2。干啥的？对，大姐，你还想买点啥？酸奶。还不好喝，退了。你还想买点啥？你猜。酸奶。对了。行。仍然不好喝，退了。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，把钱退我吧。什么钱？你是不是买2赠1？是。那我买6赠1，送3。那这3还不明白吗？
姐，你想把凳子这三个从我的店里带出去，你得先有六啊。我这六是退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六退了，那这六是我的了。你的六呢？我的六，那咱就得按单价9块一个算账了。行，那我就再给你10块，剩了1块不用找了。慢着，大姐。我说了，我家酸奶买二赠一，这钱你给多了。我这扣子是不是就饭吃了？不是，你是干啥的？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。行啊，小样，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，就敢自报家门是不？行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。二姐，你给我上一鞭子去！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，我告诉你。二姐，你别。哎呀，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，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，我告诉你，这酸奶我不喝了，我今儿要涮锅子。行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……等会儿，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？啊，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？啊，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？啊，还有这个，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？是不？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，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。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，知道吗？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，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，不好意思，就别怪我撒欢了啊！你为难人家了，大姐你别管。大姐，大明白过来。哎，他俩啥关系啊？那个亲姐俩啊，先回家我请。不要回家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大明白到。36.5恒温解冻，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。大姐，每分钟36转，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，小料的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智商还够用。但这第三样，这面呢？你要没有个3-5年的功夫，我跟你说，你就。是可以试吧试吧，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。干啥呢？服务，欢迎您下次光临。不啥玩意儿？这叫整个服务员？什么2587呀？这是？不是你不是？沸腾集团的金领吗？你说你是个傻子不？啊，刚才这面都甩飞了，还没看出来呀？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？是啊，你说都是服务员，你为难我干啥呀？你骗我？不是，你不但骗我，你骗我姥，骗我姥爷，你加一块骗俺家200多年呢。大明白，咱俩分了吧。我啥玩意儿整个分了？我怎么这么不理你？你就是糊涂啊！你看人家女孩多，哎呀妈，有点倔。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她吗？人家呀，热爱自己的事业，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，你看那面撑的都快上天了。你瞧瞧你整天啊，游手好闲的，呜呜喳喳的，没事还老吹牛，还大明白。你呀，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。你我。哎，亲爱的，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，其实这家超市吧，不是你的。他将来你说那多没有用了是吧？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？你刚才甩了两下子，是不是肩膀都疼了？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，我都没上班，刚才甩了甩，还挺舒服的。你说这命，那个姑娘。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，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，他怎么整得像系领带似的，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。你把我教会了，我再教他去，是不是？不啊，是是，你也教教我。俺们家钱世芳吧胃不好，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，他回家吧就愿意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。亲爱的，
这样吧，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，是不是？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不行，我帮帮你啊。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，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，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。行行行行，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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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。